天朝廷选秀你心中高兴，诉求你有理智伙伴之尊啊，情深难终身，远的是真国旗黄青，老汉玉人在这钱塘县内可算得首富，只是有钱无势，今日闻得朝廷广选秀女，想我女儿于素秋生得容颜姣好，若被选进宫去，是定获君宠，那时我岂不是攀龙附凤、平步青云了吗？丞相公，随我来。相公道，参见岳父。慢来慢来，你我两家虽有婚约，只是你还未曾迎娶，依我看来还是叔侄相称的好啊。这个，叔父，这便才是。请坐，谢坐。唤侄儿前来有何事意？啊，贤侄，当年令尊在世之时，你我两家曾有婚约，只是小女娇养成性，恐不能与你撑持门户的了啊。叔父是哪里话来？先人盟约，小侄焉敢违背？只是日今小侄家道贫寒，恐迎娶之后有累令爱亲姑，小侄定要发奋攻读，有朝一日功名成就，自当即是万婚，还望叔父体谅下情。哼，想自古以来怀才不遇者多矣，贤侄何日功名成就，谁能逆睹？况且小女如今依然表妹，岂可久待贵重？以叔父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贤侄日后发迹，当可另聘高门，小女露质不足以奉君姬仇，我们还是两便了吧。听叔父之言，莫非有悔婚之意么？此乃两全之计呀！哼，既然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当初你我两家一样的豪富，今非昔比了啊！好了好了，你既嫌贫爱富，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你我两家从此隔断丝络。好，有志气，跟帖评理呢。明日两相的换告无此。不送。朕那是不送而你太婚姻两丢开。看他不吃，
倒是个有血性的男子哦。来了，请坐。啊，员外，方才你与何人争吵起来？与那张少林。他到此何事？是我唤他退亲来了。啊，退亲？是啊。他一介汉儒，家徒四壁，你我的女儿若是与他结亲，岂不是大大的玷辱我家门庭呢？哎，像那张少林，如今虽然贫穷，日后定有吃头之日。他是个穷秀才，有什么吃头之日？如今闻得朝廷广选秀女，像你我的女儿生得是天姿国色，若被选进宫去，定获君宠，那时我便是堂堂的国丈，你呀、啊、就是皇上的丈母娘了。我来问你，亲事可曾退了？未用三言两语，早就办妥了啊。哎呀，我把你这老天杀的强盗啊、这是怎么讲话？千里望你无人心，一不心退了亲，
七婆，若不看在女儿的份上，我岂肯与你甘休？老天杀的，你要退亲，我定不与你甘休。员外安人，别生气了，小姐在这竟跪着，您二老就不心疼吗？哎呀，不是这个丫头提起，我倒忘怀了。儿啊，快快起来，不谢爹娘。哼，快快起来。哼，老七婆，这样的好女儿，我岂肯嫁与那穷酸都市之人，穷断了筋呐、老天杀的，这样好的女儿，日何不嫁与都市之人呐、哼，此事看是有你呀、还是有我，偏偏由不得你、由不得你，由不得你。元外阿人少说两句吧，元外爷您到后边歇会儿去吧。岂有此理。此事都因我儿身上所起、既是为了女儿，何不对我明言呢？只因你父嫌那张少莲贫穷，与他退了亲，要将我儿送往宫廷应选。怎么，我弟弟他要退？母亲，岂不问女儿日宫门千春葬坟银魔？是啊，我儿日的宫去，便无吃头之日，你我母女也再无见面之期。儿啊，你快快想过主意，把这门亲事挽回才好。这，哎呦，我说老太太，您可真是气糊涂了。想我们小姐那是闺门幼女，她的婚姻怎么能让她自己拿主意呢？她的婚姻不叫她自己拿主意，叫哪个与她拿主意呢？嘿，这老太太还真开通。小姐，既然老太太让您拿主意，那您就拿个主意吧。这可是您一辈子的大事儿，往后享福受罪的可就全瞧您的了。这个，哎呦，您怎么不说话呀？可真让我替您着急。有了，阮英，你去到张家催那张少莲速速迎娶小姐过门。是啦，阮英慢啦。小姐说话了，我待会儿再走。儿啊，你为何拦阻于他？母亲，请想，张家贫寒，那有姻亲姻去，乱姻此去，岂不是空走一趟吗？还是我们小姐想得周到。乱姻去到我房中，取我的私房银子二百两与张少莲送去。是了，我去拿银子去。啊，乱银转来，我还没挪位呢。啊，儿啊，你为何又拦阻于他？不是哦，想母亲的银两，我弟弟素来是晓得的，况且有事为了女儿婚姻之事，日后若被我爹爹知道，你二老岂不又要吵闹？依你之见呢？啊，女儿只有玉钏一对，假至
送去，让那张身变卖也足够隐去的了。哦，哎呀，那用得了许多，与他一只也就够了。一只够了，那只一只呢？为娘暂且收存，日以后我儿吃品再把还与你。小姐，我可要走了，您还有什么话嘱咐我的吗？乱一
时百家不懂，也算读书之人，则取陆柳强花，倒是行家里手。在下韩晨，虽没喝过多少墨水，也算混上个本城的秀才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只剩我兄妹二人。我这个妹妹心直口快，好打不平，平时啊竟为我做下的这些不才之事她跟我理论，这不又为了我沾花惹草的事儿，刚一到家她就跟我吵起来了。哎，我这做哥哥的说不过她，可也没站在理上啊，这不出来躲躲嫌弃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两天呢老没到我好朋友张少莲那儿去了。对了，今儿个呀我找他去聊聊天散散心。哎呦呵，说着说着可就到了。哎，我说少莲兄，少莲兄开门儿来。原来是韩兄，不错，正是韩兄亲戚。哎，不客气，正要进去。韩兄亲坐。哎，正要坐下。哎，韩兄因何长叹呐？哦，你问我呀？切，我还要问问你呢，干什么呀？刚一见面就这么唉声叹气的。哎，小弟为了婚姻之事啊。怎么着，你也为了婚姻之事啊？哎呦，咱们哥们儿不愧为交情好，这倒霉都倒到一块儿了。哎，我说少莲呐，你这个岳父阔媳妇美，你的婚姻之事，哎，还有什么不顺心不如意的吗？哎，小弟为那一人先贫爱富，打退婚姻之事，故而终日长叹。哎，韩兄啊，你娶妻多年，难道你的岳父也要退亲不成吗？跟这个挨不上。哎呦，闹了半天我们家的事儿你都不知道？不晓得呀。哎，得得得，听我跟你说啊，我虽然是娶妻多年呐，可就我那媳妇儿，哎，你那嫂子不是在3年前她就跟人跑了吗？哦，跑了。哎，对，跑了。如今呢，不是为媳妇儿，她是为了我的妹妹。哎，林妹也与人家跑了吗？啊，对。得了啊，我媳妇儿跟人跑就行了，我妹妹再跟人跑了，嘿，我们家祖上也没缺那么大德，不是？听我跟你说，我妹妹呀，名叫韩玉锦儿，人有人才，是文有文才。嘿，可就一样，老大不小了，也没给找个合适的主。这不，一天到晚在家里头，她是吃我喝我还气我。哎呦，你说这日子长了，我哪受得了啊？韩兄此言差矣。哎呦，何差呢？像林妹依靠自家兄长，理所当然。哎呦，听你这话茬，合算他是吃定我了。哎，理所当然了。哎，得嘞，那我就受着吧。哎，我说少莲呐，想着于人于老头子把你这么好的亲事打退，你就善罢甘休了不成吗？他
既嫌贫爱富，我何必盼他？哎，话可不是那么个说法。我听人家说呀，那余家小姐长得雅赛天仙的一般，这么好的亲事一旦打退，那也怪可惜了的。嘿嘿，这也就搁着贤弟你为人老实厚道，这要搁着哥哥我呀，我非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可。哎呀，严重了。一句玩笑。来此一事，张相公在家么？哎，少莲呢？刚上台那位找你。待我看来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瞧瞧去啊。是哪一位？礼部王大人有请相公国府，有要事商议。你且先回，我随后就无道。是是是。哎，我说少莲呢，刚才谁找你啊？礼部王大人唤我有事。哦，怎么着？你有事啊？得嘞，那我也告辞了。哎，慢来慢来啊，喊兄若无别事，烦劳照看门户。哦，小弟我稍时就回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咱们哥们好，把家交给我那错不了。多谢了。回来咱们可接着聊啊。门户翻军带着了。哎，早去早回啊。走，又有人找他呀，张相公。哎呦喂，还是个女子的声音。哎呀，您瞧啊，这小张平日里看他挺老实的，感情背着人儿，他也有话事。哎，这我可得露露去。张相公，哟，还是位丫鬟姐，请问您这是张少莲张相公家吗？哎，不错，就是这儿。哎，真格的，你是谁呀？找他可干什么呢？我是于府的丫鬟，名叫栾英，只因我家员外爷嫌贫爱富，退了亲，要把我们小姐呀送宫选秀，老恩人和小姐都不愿意，故此打发我来请张相公商一个办法。哦哦哦，那么你们认识张相公吗？嗯，不但我不认识啊，安人和小姐呀，都不认识呀。哎呦，这可太好了，得嘞，我替他来一趟吧。哦，那就怪不得了，怎么着，你远瞧。没人呐。哎呀，你再进去呀。啊，哦，这么一说您就是张相公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张少莲。哎呀，姑老爷在上，恕奴婢不知，我们这儿啊有礼啊。哎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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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说栾英啊，我岳母和娘子打发你可干什么来了？请您早日迎娶我们小姐过门啊。唉，想我一贫如洗，如何迎娶你家小姐呢？哎，我说栾英啊，你别看我这身行头挺光鲜的，我告诉你说，这也是为了外头应酬，现打朋友那儿借来的。安人和小姐呀都想到这儿了。嗯，这有玉春一只，价值250斤，叫您拿去变卖，就能迎娶我们小姐了。哎呀，我是绝不辜负岳母娘子一片的美意。
只是我要面见你家小姐，以表我寒。寒什么呀？寒什么呀？寒儒是个知书达理的秀才，二来呢，还有许多正常的话儿要对你家小姐演讲。没说的，你就带我去一趟吧。张相公，哎，那这么着吧，怎么着呀？您有什么话呀，跟我说，我给您转达就行了。嗯，像我小夫妻正常的话儿，岂能由一外人转达呀？哎呦，栾英姐，你就带我去一趟吧。张相公，真不行，我家员外爷家教甚严，这要是被家下人看见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哦，听这话茬儿，你是不带我去了？真不行。哎，得嘞，你回去就说呀，我有意功名，无意迎娶了。啊，哎，这个呀，你也趁早拿回去。张相公，拿回去。哎，张相公，对，张相公啊。去不就结了吗？啊，你早这么说，何必招我生这么大气呢？嘿嘿，得嘞，你呀，投了带路，我把门带上。哎，哎，张相公，哎，可是这么着，怎么着呀？到了那儿啊，您可都得听我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我都听你的。你可千万不能说话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不说话。嗯。我们那儿啊有个后门，哦，咱们从后门进去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办这事儿啊最好走后门。哎，到了。哦，张相公，哎，您跟我进来吧。哎，好好好，进去进去。哎，栾英啊，你身后怎么有个人？没人呐。没人，我都看见了。没人。嘿，那小子啊，你姓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姓张。哦，你姓张。书童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栾英私自带人进府。是吗？啊，我瞧瞧去。栾英啊，你怎么私自带人进府？我没带人呢。我都瞧见了。没人，我告诉老安人去。你够去吧。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怎么了？不让你说话吧，你偏说啊！他问我吗？我不说话，他我又不是哑巴。你还说你姓张？嗯，那我本来就姓张。幸亏呀，遇见的是他们，哦，还没什么的。哎呦，那遇见谁有什么的呢？您别瞧他们那么凶啊，可是啊，都怕我。怎么着？他们都怕你？哎哎，那你怕谁呀？我怕我们小姐呀。哦，那你们小姐怕谁呀？小姐怕老安人呢。这个老安人他又怕谁呀？嗨，老安人怕员外爷呗。员外爷怕谁呀？哎呦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贫呢？哎哎哎，不是不是，你们家是一物降一物，他我得闹清楚了。到了，您在这歇会儿，我给您回禀一声。哦，好好好，有劳了。有请老安人。栾英，你回来了。不但我回来了，张相公也来了。啊，我叫你送穿，怎么把他也带进来了？嗯，他说有话要面谢安人，我也拦不住啊。如此说来，他倒是个仁义君子。好，前来相见。是。嘿嘿嘿，栾英哎，怎么着啦？有请顾老爷。栾英大烟喽。端起来了。老安
人，这就是张相公，张相公，这就是我们老安人。啊，岳母在上，受小婿大礼参拜。贤婿少礼，请坐。哦哦哦，谢错。啊，贤婿，岳母因娶小女过门，不可迟慢呐。哦，是是是，承蒙岳母抬爱，小姐怎穿银青，恩同在在。小婿有意与他见上一面，一诉衷肠，还望岳母应允。这，我女儿还未曾过门，你们怎好见面呐？啊，岳母，小姐见真不便，小婿着不与他见上一面，岂不是个薄情寡义之人了么？这个乱音，你看见得么？反正人家以后也是小两口了，见见没什么的。好，请你家小姐前来。是啦，有请小姐。乱印回来了。不但我回来了，张相公也来了，老二人叫您相见呐。张浪在此不便相见，你对恩人演讲，是我不见的好。老恩人，小姐说她不见。啊，她不见我？我明白了，这是我在这儿，小姐的害臊。怎么着，岳母，我替她害臊？我呀，我拉她去。慢来，慢来。啊，待我唤她前来。哦。哎呀，我是急了点儿啊。儿啊，为娘有话对你言讲，随我进来。哎，随我进来。儿啊，这就是张相公，张相公，张相公。哦，岳母，这就是我的女儿。哦哦，啊，小姐，小生这厢有礼了。礼，啊，小姐，闻得你深明大义，不瞒令尊退亲，反命丫鬟怎穿隐去，足见小姐多情。女子贵在从一而终，奴与你尚未成亲，民愤早定，还望你早日隐去。是是是。啊，岳母，小婿有话，不好启齿。贤婿有话请讲。小婿有意今晚与小姐先行成婚，日后再行花烛之礼，想我岳父纵然知道了，木已成舟，他也就无计奈何的了。再者说，他若将已婚之女送进宫去，他呀还有欺君之罪呢。这个啊，
哎呀，岳母啊，此事若不如此，小姐一旦选进宫去，到那时姻缘难成，青春断送，这会是万一呀。哎，事到如今，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啊，母亲，苟且之心，只恐点日明节，还望母亲三思。哎呀，儿啊，贤婿所言也缓有理，只恐有变，今有为娘做主，也不算苟活，不算苟活，使不得。你看贤婿一片痴情，他是不会变心的，我绝不会变心的。你二人总要成亲，你就应允了吧，使不得吧，你就应允了吧。乱英，你且退下。哎，乱英。啊，贤婿。岳母。有什么言语，你对我女儿言讲。我要回房歇息去了。哎呀呀，多谢岳母成全。哎，小姐，我来代送。哎，我来代送。哎，小婿送岳母。啊，岳母，天黑路滑，你要慢些走啊！哎，你不要掉在沟里呀！啊，小姐。晕了吧。哎呀，小姐，你若再不一晕，小生这厢跪下了。答应了吧。Ah!
且喜我儿婚事已定，待我安歇了吧。这只玉钏乃是我女儿心爱之物，待我与她好好保管。我名叫江海，提刀把人宰，高来又高去搬货，不用买。我江海，只要学会了偷鸡摸狗、爬墙越脊之功，白天以卖杂货为名，到了晚上我就。这两天手头有点紧，不免去到大伙人家走走。来此已是迂腐，待我越墙而入。报复一个玉钏，一只一条人命，待我出水。是时候劲儿的，我是栾英啊，快开门呐、啊！我呀，我不给你开。蟑螂不哭，你快与栾英开门。哎哎哎，小姐早这么说，我就给她开了。栾英啊，胡老爷，进来吧。哎，哎呦，这不懂事儿劲儿的。小姐，您大喜了，
小姐，员外爷回来了，您快让张相公跟我走吧。啊，这就让我走？我不走，我呀，我舍不得小姐。啊，张郎，此事若被我爹爹知道，只恐我性命难保。你快与乱印走吧。那我走了。你要早日隐去。哎，小姐，我走喽。贤小姐，行了，来在闺门等候。小乱您前银奴，切莫要含羞啊。趁此时之后门，我的机关算旧。只恐我谈好夫妻不能够到头。我不哭又该怎么着呢？您回家早日迎娶我们小姐过门，小两口儿不就百年好合了吗？什么？我还能迎娶你家小姐过门？对呀，我们小两口还能百年好合？是啊。哎呦，你哪知道啊，今儿我这一走啊，你们小姐怕也活不了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大喜的日子说这个丧气话呢？哎呦，什么丧气不丧气呀？他是我不说你不知道，其实啊，他我不是张啊。啊，张，你不是张什么呀？张什么呀？得嘞，张，我张不开嘴，咱们呢改日再见，回头见。一块石头啊，总算是落了地了。哎呦，有贼！看到啊！又是一条人命，带我出水。杀死了，有请员外。何事？栾隐被人杀死了。啊！看看丢失什么财物无忧。是。这是哪里是地？外大事不好了，何时惊慌？安人也被人杀死了。哎呀，听是安人丧了我命，怎不叫人痛伤情？安人的是痛。所以晚间果有什么行迹可疑之人来过无忧？昨天晚上栾英私自带人进府。来人什么打扮？书生打扮。书生打扮，他姓什么？他说他姓张。定是张少莲这个小奴才，你二人速至他家将他扯来见我。是。这才是闭门家中坐，何从天上来？人呐！巡经走街巷，天明有敲五更梆。哎，伙计请了，伙计请了。
奉了太爷之命巡经守夜，你我就此走走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着走着。什么了？拿住贼了！我不是贼，贼在哪儿呢？贼呀、啊，贼在那边呢，又跑了。啊、对呀、啊。我是嘈杂扰清梦，东方雨本落繁星。啊，这是哪里来的包裹啊？待我看来。哎呀，不可，君子不识路易之物，待我进去。哎呀，越发的不可。想这丢包之人必定十分着急，也罢，我不免再次替他看守，量他少时必来寻找。啊，这不是我家的包裹？这正是老安人的包袱啊。张相公，你这包裹是哪里来的？我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呀。书童可曾见过此人？包袱见过，可这人跟昨天的不一样。如此，你我禀报员外去吧。哎，慢着，员外爷正在盛怒之下，咱们这么空手回去，拿什么交差呀、啊？既有包袱，定有嫌疑，咱们把他带回去，交给员外爷，不就结了吗？言得及时。啊，张相公就犯辛苦一趟吧。慢来慢来，我与他依然退亲，我是不见他的。见了员外你自己失去、哎、我是不见他的呀。走吧你、哎、
你母亲的仇人已然拿火了。怎么，杀我母亲的仇人已然拿火了？已然拿火了。但不知是何人呢？就是那张少莲。啊，爹爹，不是那张少莲吧？就是这个小奴才，如今人赃俱获，怎是不是呢？人赃俱获，但不知是何赃物呢？不过是些衣服、包裹等物。衣服、包裹，那包裹之中可有一只玉串？玉串，那是女儿我什么？儿啊，你为何这样变尖变色？母亲一死，怎不叫人伤感？你且再次受令，待为父审问那个小赤身去了。啊，爹爹，我想此事定不是那张少莲所为。你哪里晓得？只因为父与他退亲，使他怀恨在心，也入我家杀死你母，盗取财物。如今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假的不成？为父的去了。不是的。哎呀，妻子，不想我爹爹竟把那张少莲当作杀人的凶犯。我想那张少莲定不能做出此事，我不免去到前面偷听，看我爹爹是怎样的审问呢？我乃张少莲，你是何人？这个奴家于素清。啊！怎么，你就是于素清？真是。于小莲。你我虽有夫妻之约，只是你父依然打退亲事，你还前来见我作证？你到底是何人呐？我是张少莲呐！不，你不是张少莲吧？我怎么不是张少莲呐？什么？父王！
我别犯高门去求皇，你父嫌我贫穷，你也嫌我贫穷，分明是一样的心肠。怎么你道我也嫌你贫穷吗？难道还有两样不成？
活面目，活在世上，我死了。